幸運之神幫翻佢啦。咁啊，結果咧就省到余偉廉個波改變。即使俾多啲嘅大華頓，下一個對住好多個，係咪可以自己嚟啊？一路揀呢段再嚟，哇！細細波啊！大華頓真係一係唔入，入七粒粒都咁靚，粒粒都係細大波嘅。即係咁近咁，何靖都可以睇一睇咯。絕招搞定，右邊阿 K 個位，左腳拉去遠處啊！用過好多次咧，都好多執過靚雞。三分鐘咧就替李文咧領先1-0。唔緊要啊，機會陸續有嚟啊！第二次嘅機會要欣賞下艾華頓嘅個人能力啦。左腳一黐，擺靚個太，自己掩護，右腳射入，兩個入球時間距離14分鐘，下半場嘅21分鐘。阿华顿替李文咧不得了嘅一脚波，咁门将咧袁浩俊系化解咗，跟住落嚟咧李文咧就揾到佢哋第5个入球咧，就喺81分钟，艾华顿咧将最终嘅比分咧就变成5-0，李文嘅位置呢下再俾中村悠人 cut back 埋嚟12码点附近嘅位置，艾华顿先开纪录啊，开纪录。好啦，跟手亦都系基维顿一个传中啦，呢、這个波解围唔得。接球波就 OK 嘅啦，但系先有呢只收获咧就呢边系黄色波啦，李文喎，再等位置见到嘅阿华顿啦，仰望底线右脚 cut back， 我见到主嘅大佬话一个 cut back 就避咗，就落去好明显强，逼到最后都系俾阿康廉接翻。咁呢边再嚟亚顿，中间全系好靓，加维兰喺呢度又搞掂埋。左腳，係啦，佢唔會有腳